在《延禧攻略》入面饰演和亲王的洪耀，这日就由上海来到香港准备出席活动，现场大约有十几名 fans 举牌接机。大会亦都安排了一位穿着旗袍的代表向洪耀献花。见到有这么多 fans 接机都有点惊讶，他仲即刻同 fans 自拍倾偈，非常亲民啊。洪耀见到记者，仲乘机宣传即将播出的新剧《浩南传》添啊！马上《浩南传》要上了，11月15号。11月15号。对，还是桂英洛我们一起，还有英洛，有英洛，但还有皇上，我们再次合作。再次合作。对。也是做一个坏人的，你说？应该是比较坏吧。但不担心呢。之前有没有担心、没有太担心吧，我觉得每一个坏人都是有自己的原因的，没有纯好人或者纯坏人。虽然把口就说不担心做奸角会影响形象，但是怎么都要跟班 fans 说声的，不要骂我就好。